起的麻油，类似快速的拌了三炒多五六七八下。好了，美味鸡成，关火。哇，满屋飘香啊！装入盘中。好了，一盘非常好吃又好看的蒸豆角制作完成，大家看一下，颜色金黄诱人，看着就非常的好吃。我先替大家尝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好吃，尝一口就停不下来了。自然的香味加上鸡蛋的香味，真的是太香了。里面加入了鸡蛋、玉米面，营养搭配均衡，既当菜又当饭，上桌老人孩子都抢着吃，没有放肉比肉还要香哦，真的是美味极了，做法也是超级的简单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、点赞、留言、转发哟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